啊，先解锁，棱镜校准。这边有个，这边不是这里显示是球镜嘛，对吧？把它调成棱镜。嗯。这边有个。先放多少？两德塔的。先放两德塔的，对。从180度，180。转到多少呢？转到180呀。180是吧？嗯。然后按校准。按校准，对，180-270，180-270，360，90，四个都要校一遍，对，是三个镜面都这样，挨着校一遍就好了。校一遍，然后按保存。对，好。